解要咁繁忙呢？人生嘅最后目的就係快乐、平安、健康啦。諗到呢个方法，个简朴生活，回归自然。好。所謂貼近自然就是啊，在滿足到自己的需要的同時，亦都不會傷害到大自然。剛才見到有一家人啦，見佢哋仲有啲薯條食剩咗，咁我覺得可以食啊，咁就唔好嘥，咁啊食埋佢啦。佢係莫浩光，但係更多人稱呼佢嘅外號野人。佢幫自己改咗呢個外號，令自己更接近自然。摒棄浪費，崇尚簡朴，係佢嘅生活哲學。一班學生，我哋十個人走食完啦，走咗之後啦，執埋可以有四五包薯條剩嘅咁。試過執啲炸雞啦，係一盒九件嘅，佢可以食剩咗七件啊。香港人其實都好多資源咯，佢哋又冇乜呢個意識啦，咁覺得好似我有錢就可以抌咁。佢哋有錢啊，但係唔代表可以浪費啦。啲朋友知道我會執嘢食之後，佢哋就會覺得啊，會唔會好似冇錢啊、乞衣啊咁樣係啊？但我自己覺得呢個唔係錢嘅問題咯，係我唔係為咗慳錢而執啊嘛，而係我想減少對地球嘅消耗而執咯。你睇下呢啲都係艾草嚟嘅喎。係啊，艾草唔使掹啦，艾草我遲啲再掘啲花去填一度。物質主義支配現代人的生活，過度消費引發一連串問題。野人十年前就決定自己要減少虛耗地球資源，一心過簡朴生活。他屋企不裝冷氣，不買新家私，從日常中實踐生活理念。大家見到呢啲地磚咧，好靚噶。咁咧，其實都係執翻嚟嘅喎。間屋個廳細細啦，但係用咗兩隻或者三隻唔同嘅磚，因為執唔夠數量啊，係好難執到成批都係同一樣噶嘛。有瑕疵㗎，你見明明都係同一款磚，但係有一件無端端會細咗啦，跟住有啲就會崩咗啦、裂咗啦。一般消費者嘅角度就會覺得呢啲係次貨，就唔要咯。都要多謝師傅咧，幫我哋修補呢啲好凹凸嗰啲位啊。係啊，佢咧幫我哋磨翻平，咁所以就好似行落去就好平滑咯。我執嘅嘢越新，其實亦都係好諷刺，就係反映到社會嘅越浪費啦。執到嗰下我都好開心，因為我有啲好新嘅嘢用啊嘛。咁但係再諗就係點解會咁新都抌出嚟呢？我十年冇買過新嘅衫褲啦，不過執咧都可以執到啲全新嘅衫啦，新嘅、新嘅、新嘅。十年之前執咗一批有六條，而家爛剩三條，咁就係呢個位爛，咁所以就補咗佢，希望可以繼續用咯。咁呢啲位都爛，好多都爆開啦，同埋都開始越磨越薄啦。薄就啱咯，夏天涼啲啦。著衫著褲唔係話滿足人哋嘅眼光啊嘛。呢種簡單自然嘅生活，唔係城市裏面所鼓勵嗰種消費啊、不斷購物啊、不斷耗用地球資源嘅一個開心咯。城市嗰種消費嘅方式，你要有三四萬啊，甚至乎十萬、八萬一個月，你先會開心。但係呢種回歸簡朴自然嘅生活，你嘅生活成本其實降到好低嘅，三四千蚊一個月咁就已經得啦。我唔問我自己每月要揾幾錢，而我係使幾少啦。叫自己做野人，是因為想告訴你們，我選擇了一種貼近自然的生活方式。這種生活方式不單止簡單、開心，
而且亦都係唔會傷害到大自然啦。欧几福两夫妇住嘅地方好隔绝，而且生活极之朴素。佢话自己已经30年冇买过一套新衫，甚至25年冇用过厕纸。20多年前，佢移居台湾花莲，创办一个民间组织，喺偏远地方免费提供住宿，俾人体验简朴生活。2年前，两夫妇回流香港，希望喺呢度推广佢嘅生活信念。香港系好似一个地狱都市啊，声音、光害、空气污染，好多嘢压住个人嘅，而且好多人工作咧就哇好匆忙，成个人俾呢个物质绑住啦。我可唔可以放低好多嘢，由简朴嘅生活嚟反省？自己每个人的生活的方向。最近他在西贡对开一个小岛，物色到一个合适地点，屋主愿意借出他的祖屋给城市人体验简朴生活。如果有个玻璃做一个很大的窿在那里，那下可以取光，盡量利用自然的一些資源呢，這個呢是開天窗但是又防風雨呢，我都很喜歡這個構思。我們可以慢慢享受怎樣用，短時間想發展嘛。它幫到我們條村是在劍撲客家文化最核心的部分呢，是它發展，無論環境怎麼艱巨，物資多奇乏，都可以生活，而且生活得開心啊！臨時店可能未來3個月到咧，都得噶啦。冇嗰陣咧，就考驗你點樣求生嘅方法啦。歐幾福後生嗰陣喺台灣做化學工程師，佢發覺自己嘅工作對環境造成好大破壞，雖然賺到錢，但是於心有愧。最後他辭工過簡朴生活，還將自己的信念同人分享。現在的水越來越珍貴，要慳水，你怎麼做呢？要在這裡篤個洞，要按住這下面的洞倒水了。那現在你看，你洗吧，洗吧，慢慢洗，要很有耐性。这一瓶水我们10个人用不完的，要用很耐才用得完。我觉得这么少水都可以洗得干净的手，平时我们没有注意到。其实就是，原来很浪费啊，平时。这个水问题很严重，过10年、20年、30年可能真的仲嚴重添，一滴水你都要慳嘅，所以就開始咧就推廣呢個水修行，希望大家改變呢個態度，我哋點樣用水嘅態度。我要示範俾人睇簡朴生活係咩啦，所以我越少越自由，我可以少到點樣，我可以少到點，唔一定要大家一定要同我一樣。烧柴的最大原则就是先烧啲容易烧着的，咁就树叶啊、幼枝啊就开始先，跟住慢慢咧就由幼至粗咁样烧。因为平时我哋嘅燃料系嚟自可能你灌石油气啦，需要喺石油气厂度运嚟啦，发电嘅过程都会烧煤啊，用紧嘅都系一啲有限嘅资源啦。我就喺呢度执嘅柴就喺呢度烧，咁啊系最悭资源嘅一个生火方式。柴火蒜蓉番薯葉，你加俾我嚟啊！
食得好豐富啊！今晚你呢個啊，乜都有喎，有珊瑚藻啦，有沙角啦，有雲耳啦嘅涼拌。有啲人會覺得一定要有雞鴨喎先叫好，咁其實青菜豆腐已經可以係好有益、好健康噶啦嘛。嗯，係啊，學習食得簡單啲，都係呼應翻我哋嘅生活態度嘅。有錢是不是就一定開心的呢？有冷氣、住在城市是不是一定是好的呢？你看我什麼都好像沒有，但我有的就是開心。我自己覺得自己都挺富有，可以自己有權去選自己想要的生活啦。欣賞他有一份堅持啦，都不是很理會、人家的眼光怎樣看啦。只要攞嚟食啊！喂，油金子被譽為中國喉糖，好味喎！食多啲先好食啊！唔使我成粒嚼曬。鬼針草、消腫止痕，出到個出汁。香港嘅生果食得七七八八啦，荔枝、龍眼嗰啲。野人大學畢業之後，同其他同學唔同，佢冇諗過要揾份好工，反而決心身體力行過簡樸生活。九年前，他创办一间社企，拉近年轻一代和大自然的关系。介绍俾你认识，等我哋知道唔一定要用驱蚊膏啊，要用蚊怕水啊嗰啲咁。其实啊，有啲天然嘅嘢都可以止痕啊、消肿啊咁。有啲野果系可以润喉啊，可以生津啊咁，唔一定要食喉糖啊咁样咯。都系要自己心理关口跳落去咯，但系几好玩嘅。就好似你呢啲瀑布，你其实唔会话喺城市嗰度咧咁容易接触得到咯。呢啲可能自然啲，即系有水啊，有树咁样，好唔同啊，咪好接近自然咯。都要更珍惜佢咯，即系爱护、保护呢个好脆弱嘅环境。我哋唔系强迫佢要识好多嘅嘢，我哋着重嘅系一个正面嘅愉快嘅经历。如果我能夠俾到一啲城市以外嘅選擇佢，佢知道有呢啲地方可以玩嘅，有呢啲綠色嘅生活嘅可行嘅，知道有啊簡樸嘅開心嘅，佢先有更大嘅動力去實踐一個環保綠色嘅生活啦。如果唔係，只係會過一啲消費啊、金錢掛帥嘅生活啦。所以這個要游得很乾淨，不要滴下來、yeah. 就防受漆。歐幾福在西貢鹽田子找到這間村屋，他說很適合讓城市人遠離煩囂，反思生命。很多這個你試試，尤其是那個接口那裡，焊接那裡是其實很容易，幾分鐘就搞定了，這塊這裡現在還沒有水電供應，一班義工正密鑼緊鼓幫忙做收葺，試一下掘條水坑，等啲雨水咧可以經過條水坑走，就唔使積曬喺度。我啲城市人坐泥都係比較辛苦嘅事情，有少少手間磨親啊，可能多數個汽水泡啊，跟住用個工具用得唔熟，落啲位唔準啊。幫手一起去建設下佢啦，即係嗰個歸屬感會再好啲，同埋我哋俾錢起咗間屋，執到好靚，嗰種感受好唔一樣嘅。即係我會覺得，即係自己去做應該係有啲意思嘅。行埋即係唔使啲水入浸入去。明白。有水。簡樸就話：我哋唔需要話一定要用錢嚟控制呢個時間，或者用錢嚟控制做嘅嘢，我哋盡量用自己嘅手嚟做。不需要趕時間，屋的材料有可以用，如果不夠我會再等一等，可能就會發現出來會撿到，或者人家給我，我要訓練一個耐性。
現代都市咧，就係好多人都係哇，我有錢就乜都解決啦，所以你就成日都係為錢嚟忙。所以我哋呢個咧就唔需要為錢嚟忙，我總之我動我喐我嘅頭腦點樣解決生活，咁就好唔需要俾錢綁住啦，唔係一個錢嘅奴隸啦啊！飯食嘅。我呢煲好，呢個未滾啦，呢個呢煲有排煲喎，呢煲仲係點硬，要戴個面罩嚟煮先得。平時就一心多用咯，即係可能喺廚房洗洗廁廁，開完火又走去睇下電視啊，又理下啲細路啊，搞其他嘢，再翻去廚房再搞啊。咁而家全程都坐喺度嘅，可以條柴都要揀過㗎，唔係條條柴都塞落去。我覺得都可以集中意志去做，幾好啊，幾專心做一樣嘢嘅感覺都幾好。係啊。原品質，原品質。哇！呢個唔簡單喎，呢個。係啊，煮嘢食都要有個愛心喺度嘅。咁頭先真係好用心去細細切切同埋煮啦，咁食落就真係特別好味咯，覺得。先係靚先。哇！天空的鳥兒，從來不會生活忙，自然。大哥，我哋覺得好特別嘅做法就係呢個係唔用廁紙嘅，你去完大便係用水沖一沖個手，再抹完再沖抹幾次就我，而且唔需要好多水。我平時咧唔知係我一杯水咁一杯水啫，我就可以整乾淨啦。我幾十年冇用，唔知幾慳翻幾多棵樹啊！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幾大嘅突破，即係要去摸一下嚿屎咁樣啫。咩啫？標準嘅都市人花好多時間係去揾錢啊！我哋係都會停落嚟諗一諗，係唔係嗰個唯一嘅選擇咧？簡樸生活其實係一個生活嘅態度，唔係一定嘅標準，唔係話一定要住喺個島上邊，唔係一定要每日都燒柴嚟煮飯。反省下自己的生活，你可不可以向另外的方向改變就得了。買豆腐啊！買兩件蒸豆腐。好啊，兩件啦，呢度應該入得起啊。要買豆腐，好，唔該曬。好，係，我執翻你嘅。想要微豆？微豆，中我呢個啊？係，再換佢。即係買之前要拎定啲容器出嚟，係啦。如果佢拎住膠袋嘅時候，我先俾佢咧，佢就會覺得我好麻煩咯，係啦。咁一早攞定俾佢。係啦，一早俾定，咁佢就知道啦。要半斤辣椒葉，入唔入得到啊？呢個？野人的生活不是不消費，而是不做不必要的消費，只不過用一個環保的方式去買。我們不是否定社會的文明，而是不想要製造這個不必要的浪費。人生的最後目的就是快樂、平安、健康。為什麼要這麼繁忙呢？擁有物質越少你就越快樂，你不怕，不用掛慮，你就又自由又快樂，又好像很平靜一樣。接得好，可以好幾年啦。
我唔覺得我呢種生活係自討苦吃啦，反而覺得係城市人嘅生活係超甜啦，甜得滯啦。喺我過往呢十年嘅經驗裏面，話俾我聽，喺香港都係有選擇噶啦，都可以過一種健康啦、簡樸啦、開心嘅生活啊！